给我夫人整点蚕蛾吃，高蛋白的东西啊，特别营养。哎呦，嘎吱嘎吱。嗯，还不错。侯爷你吃？侯爷不吃，侯爷有点害怕，不敢吃，还是夫人吃吧。哎呀，嗯，瞅着，我瞅着玩意有点吓人呢。好吃？嘎吱嘎吱的呢。你尝尝。侯爷不敢吃，还是夫人吃吧。你尝尝。嗯。生厚。嘎嘣嘎嘣的，这老营养。那肯定营养啊，这是要要孩子必须给我媳妇的营养跟上，给我夫人呢，给我夫人的营养跟上啊。嗯，你尝尝。嗯，这好玩，被腮帮子。可累了，它这个籽特别硬吗？你尝尝。我真不敢尝，真是我有点接受不了。你尝完就爱上它。我接受不了，你要让我吃点蚕蛹啥的还行。一样。主要是还有头。哎，它这个籽我感觉跟那个就是那种鱼籽似的，特别大，这粒特别饱满。哎呦。这一个不得顶五个鹅啊呢，好，真累呀，看我嘴唇呢。